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住品第首第三修行住。我们看第二段，修行住的第二段，慎进，我们先把这个文呢念一段，佛子，此菩萨应劝学设法。何者为实？所谓观察众生界、法界、世界，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何以故？于令菩萨智慧明了，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这是修行住菩萨，也可以说必须要修学的啊，自分是必修课啊，圣境也是必修课。那么从这个修学呢，它就能提升啊，提升到第四住啊，从第三呢提升到第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是后圣经中，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乎小乘行，小乘不求中智，不与广智故。种子是一切种子，小乘人在三种智慧里面，他只得到一切智，一切智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智法总相，总相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自分里面所说的无常、空，知道一切法无常，一切法空，佛法里面常讲。万法皆空，他指的这个二乘呢，就是声闻缘觉啊，他齐入啊这个境界，所以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超越六道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
啊，四圣法界，在我们这个地方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诸位要知道，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圣人应化在其中，啊，给这些六道众生呢，和光同尘，啊，在这里面实现教化众生。脱离同居土了，生到方便土了，这是菩萨啊，小乘也在那边啊，他们的志愿不大，知道万法皆空，不想再求啊，不想再往上啊提升了。万法的种类太多了，这个种就是种种啊，森罗万象啊，它是怎么形成？阿罗汉不求这个了。实在讲呢，也很有道理，因为一切法都是空的嘛，你还要去研究它干什么呢？啊，感觉的没有必要了。啊，统统放下了嘛，这不就是了吗？啊，见色烦恼就断了。可是，尘沙无明在啊。啊，尘沙就是眼前这些法，森罗万象啊，它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它？啊，这种智慧呢，就叫道种智。这些种种法是什么道理形成的？这个智慧是大乘菩萨有，啊，称为道种智。那么此地讲的这个种智是如来所证的，经文有省略啊，学经教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种智前面有两个字省略掉了，叫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圆满的正德，这是如来的智慧，化身菩萨的智慧。如果对于这个智慧没有意愿去学习，不想再学习了，这是小乘。啊，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还有道种智，一切种智没证得，啊，他不能向上提升呢。这个地方设法，啊，设法我们要记住，跟前面讲的是一个意思，设法就是一切法。华严用实代表啊，实是圆满的数字，在数目字当中啊，从一到十啊，这是个圆满的，哎，实际上呢就是讲一切法啊，一切法一法都不漏啊，他表这个意思的啊，事出世间变法界虚空界，这森罗万象变幻无穷，这一桩事情
他说活了，他说凡是一切皆空嘛，何必再去学他呢？所以你听听他说的也挺有道理啊。实际上如果不了解，那就是迷惑啊。你对于一切法的性体懂得了，现象也知道了，可是它怎么来的啊？这个事情阿罗汉不知道啊，辟支佛也不知道啊。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看的很多啊，比如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问这一些声闻弟子啊，诸法实相啊，很多他们茫然了 啊， 他问阿难，阿难那个时候正在出苦须陀洹啊，问他心在哪个地方，他不知道。他说了七处都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富罗那证得了阿罗汉，四果罗汉。啊，世尊在楞严会上的开示，富罗那尊的听了很疑惑，不能理解啊，这就说明他们的智慧没有圆满呐。啊，大乘教里面常说，阿罗汉只得到半个解脱，啊，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化身。没证得了啊！大般涅盘里面所说的是三桩事情啊，化身般若解脱，阿罗汉只有局部的解脱，他脱离六道轮回，他不能够脱离十法界。所以菩萨在此地做这个事情，帮助这些小乘根性的人啊，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呢舍弃这种成见啊，这种知见，要发大愿求无上菩提啊，他们只证得了正觉啊，正等正觉没有啊，无上正等正觉呢更是没有了啊，所以继续要叫他学，你看观啊，观就是智观，观是明了啊，他对于众生界、法界、世界，他不明了，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空的啊，是没错，是空的，是无常的。前面自分里头讲过，一切法无常啊，众生、法界、世界当然是无常，地水火风也是无常，色无色界还是无常。看一面呢，啊，这是看的法相了。这法相里头有法性啊，法性真常啊，啊，这个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圣经呢，叫呼小乘心。啊，小乘心者，啊，希望他们发心求一切种智，求圆满的智慧，啊，广智圆满。
圆满的智慧。那么十句里面前三句是做佛四处啊，众生是所度，法界是能度，世界是度众生的处所。小注里头注得好啊，这个都是清凉大师为我们所开示的啊。我们看开示里面啊，他举十谛论里头说，大意云：观无常等，烦恼不生呐，名乎烦恼心，不同凡夫，观察诸界，破邪贤正，不堕小乘，名乎小乘心。前面是讲烦恼不生的，观无常烦恼不生，见思烦恼不生啊。为什么？见思是六道轮回的因，见思烦恼不生呢，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但这事情没有完呢，所以小乘也叫做阿罗汉，这个名称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他所学的东西圆满了，告了一个段落了啊，就好比小学毕业了，这上头还有中学，中学上面还有大学人要有大志，这大学毕业才算数啊！啊，我们用这个比喻，诸位容易了解。啊，这个观察诸界的意思呢，是破邪显正。啊，那就超越小乘见解了。啊，这是前面这个三界啊，次世界其见处啊，次世界就是地水火风啊，在这个里面什么生分别，外道即大为诸法本，这个大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啊，外道以为四大了是一切法的根本，有没有这个意思？有，难得释迦牟尼佛这三千年前业余道破啊，诸法现在人把它分成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大自然界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就是四大变现出来的。四大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大乘法里面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确确实实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现象来源的根本科学家讲的能量物质信息
啊，他说这个宇宙之间呢，只有这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的？叫四大组成的。四大是讲的，现在科学讲的基本粒子，夸克。大乘教里面呢，讲微尘，这个微尘是极微之微，就再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为什么称它四大呢？这个基本的粒子它有四种性质叫四大。第一个它是物质。啊，你能够看得见它。啊，称之为地大。啊，地就是物质现象。它有温度，啊，温度叫火大；它有湿度，湿度叫水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动那就是风，风是动的。地、水、火、风这四个字是形容词，形容这个基本粒子。四种特性，啊，这是物质现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行皆有识，啊，念念成形呢，形就是微尘呢，即微之微呀，啊，我们今天讲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从哪里来？啊，是从我们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里面产生出来的这波动现象，行皆有识，只要是这个现象发生的，现象里面就有识。啊，事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物质里头有受想行识，任何物质，业力尘沙。啊，佛给我们讲的，一毛孔，一毛端，一微尘。啊，一报讲一微尘，正报讲一毛孔。而一毛端，我们的汗毛的一毛端，都有受想行识。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啊，本来具足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性的，不生。在觉的时候叫见闻觉知，一念不觉了，就迷了，迷失自性，迷失了自性啊，就把见闻觉知变成了受想行识，就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精神这一部分，啊，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所以难得，啊。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啊做水实验，啊，发现水是矿物，水有受想行识，啊，我们赞叹他，他知道，哎，他受了，他有快乐的受，他有乐受，啊，现出来的图案呢非常之美。我们讨厌他，憎恨他，他不高兴了，啊，他现出的这个图案呢，非常难看，好像在生气的样子。
水呀、啊！啊，这个东西3000年前佛就把它讲得这么清楚啊！啊，讲到什么呢？还有我们现在没办法实验的自然现象，自然现象里头啊也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科学没有测验出来呀、啊，啊，测验出来之后啊，那你就晓得，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是一体。我们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非常微细，这个念头叫无始无明。啊，这一念里面呢，就有物质现象，就有精神现象，这个现在科学讲的能量、信息、物质同时现前。啊，在佛法里面叫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见分、相分同时变现出来。啊，阿赖耶变现出法界虚空界。啊。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这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这全都给你说明了。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就像还原观上所讲的，无论是念头也好，物质现象也好，精神现象也好，还原观上给我们讲的，它都是周边法界。物质现象周边法界，精神现象周边法界，啊，这个因念不觉的现象也是周边法界，时间跟空间也是他们变现出来的，这是高等科学。科学对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没讲清楚啊。贤首过世在还原观上讲清楚了，过世之所本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上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这一边华严经讲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前我们初学华严经的时候，这个境界我们不知道啊，觉悟啊，我们的觉悟不到这个程度啊。如果今天我再把华严经从头再讲一遍，跟上一次讲的就这4000多个小时不一样了。那为什么不一样呢？我现在对于三种周边明白了啊，起心动念周边法界，起心动念畜生无尽呐、啊，起心动念含容空有啊，这个在以前不知道。
啊，明了之后，我们不要说是言语造作，我们动一个念头，都能够影响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一个行为，能够影响到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么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要负责任呐。对谁负责任？要对自己负责任。要对自信负责任，要对变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负责任。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虽然常说，真正意思不了解，不够透彻。啊，那么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你看我们都会说啊。啊，初学佛的同学听到了也都会说啊。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起个念头啊，一个动作的时候，会影响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没想到啊。啊，真想到之后了，我们修行会修了啊，修什么呢？断恶修善，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统统放下了，统统抛弃了，我们一定肯定仰慕本师释迦牟尼佛，佩服到五体投地，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十善业，十善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我要把它恢复了。啊，一条一条圆满地把它做到，十善业扩充，八万四千细心。啊，这说了个数字。实际什么意思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念善，没有一样不善。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有那么大的力量？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这是当时一位大德啊，也是著作等身呢。啊，他老人家的著作收在《万字续藏经》里面20多种，总共有40多种。啊，我读过他的《观经之旨》，啊，《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他里面说了一句话。我们个人有灾难，个人灾难是病苦病痛啊。我们周边环境有灾难，这就是现在讲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风灾、地震、海啸、瘟疫，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自然灾害。一切经咒都不灵了，都失效了，都没有办法化解这个灾难。你说这个灾难多严重？法师告诉我们，还有一法能化解灾难。这什么法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名，能化解。你身上再严重的疾病，你念这个
你身体会好。自然灾害通通能化消化。这个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没人相信。学了还原观，这一下可相信了。为什么呢？这一念呢，是自信的德号啊，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啊，世间法里都没有，佛法里头也找不到，这是第一善呐。啊，一心持名，效果果然出现了。啊，什么灾难都化解了。你一个人能够持名，你没有灾难。啊，虽然共业所感呢，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大众受这个灾难，你不受这个灾难。我从这个地方才真正明白了。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难怪许许多多菩萨不相信啊！何况我们凡夫啊，真正能信的人，那可不是普通人呐！啊，什么人能信呢？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具足的人，他能行。那这三个条件从哪里来的？过去生生世世修得的，不是一生一世就能成功的。啊，我们最近诸位看到一个观点，8年前啊，东北一位刘素云居士，他得的是重病啊，红斑狼疮，有一些人知道这个病比癌症还严重啊，癌病还有救，这病没救啊！啊，他在得病1年前闻到佛法，哎，他就有善根。这个善根，我听他的报告，我就清楚，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中啊，总是有好多事，他都是学佛。所以他对这一句阿弥陀佛他能信，信心坚定，绝不动摇。他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把病治好了啊，得这个病的人这大家都知道啊，他的存活顶多半年到1年，一年很少啊，他得的是非常严重的。那换一句话说，医生对他讲的时候，3个月、半年就不得了了，等于说宣判了死刑啊！啊，他就不治了，医生也治不好，没办法治他。他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药也不吃了，医生也不看了。啊，捏了半年，身体越来越好，到时候疮不见了，红斑狼疮不见了，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啊！你用什么东西治的呀？你吃了些什么东西啊？查了什么药啊？他告诉他，我什么药也没吃，什么东西也没查。
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治好了。啊，当地的人相信他，凭什么相信呢？这个人一生没打过妄语，忠厚老臣，这个难得啊，一生没妄语，憨厚老实啊，这一句佛号能把他的病治好，别业。那共业呢？我们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有灾难，我们大家都能一心一意念这句阿弥陀佛啊，但是念阿弥陀佛决定要遵守十善业道啊。刘素云这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有效？具足十善。我们今天讲儒释道的三个根，他也许没学过，他天生具足，这个难得了。他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啊，换一句话，弟子规他没有学过，但是弟子规条条他都做到了，他没犯呢。啊，是这个感应篇里面讲因果啊，他也通通做到了。这个人没有恶念呢，没有恶言，没有恶行。啊，那么样的厚爱，那么样的可亲，每个人都喜欢接近他。那我们晓得过去生中养成的啊，善的习气很浓啊，带到这一生来了，这一生没有学，他自然就不犯啊，就具足儒释道的三个根，一心念佛，这一句佛号把他这个病毒化掉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这个原因，他为什么成就的啊？如果我们这个地区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人人都真正来念阿弥陀佛，自救救他，救世界呀！啊，曾经有人告诉我啊，劝我要发心来拯救这个世界，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呀，我自救都救不了了，我哪能救世界呀？这个人告诉我，只要全世界尽宗同学，通通都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呢，就能够化解。纵然不能化解呢，也大幅度的减轻了。他叫我告诉全世界净宗同学，这个人很善良，很慈悲呀。这话是真的吗？现在我们听的话，相信是真的。真有这个力量啊！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善人，这个善人有福啊，99个人造罪业了，只要有这个善人在，造作罪业会减轻啊！这是我们中国古谚语所说的，一人有福连带有无，我们的业务人呢，沾他的光，那这里本来要在自有灾难，他在此地就没有灾难，我们大家沾他的光啊。那净宗同学遍布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净宗同学的时候真懂这个道理啊。可是先决的条件
落实三个根。啊，出家同修呢，要落实四个根。啊，真正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这四样东西做到，就自度度他了。啊，自利利他了。那我们净宗同学应不应该做？应该做啊！你要不做，你念佛不能往生啊！那这是谁说的呢？这是我心里想的。如果我是阿弥陀佛啊，你们都跟我学，这个跟我学净宗啊，都想来到我这个世界来啊，你们不肯念阿弥陀佛。不肯自度度他，啊，我肯定不欢迎你来吧。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了。过去人家讲不相信，啊，找不到理论的依据。现在我们在《环严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找到了，啊，真有道理，它真不是假的。那我们真干，真可以度自己啊！所以，连这个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六个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他老人家跟我们讲的详细啊。头一个信自己啊，信自己信什么呢？大乘教里面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一切芸芸众生本来也是佛，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今天的人生，这个小畜生得蚂蚁身，那个小畜生得苍蝇身，我们都是佛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迷失了自信，我迷得很深，得了人身，苍蝇蚂蚁比我迷得更深，他得这个身啊。明白事实真相呢，我们对他不敢轻视啊，我们对他有怜悯心。你迷得这么深，这个怜悯心一回光返照就怜悯自己，我怎么迷得这么深啊？我跟诸佛菩萨两个相比，还不就是这个蚂蚁苍蝇跟我们人生比，不是一样一个道理吗？啊，你智慧就现前了，慈悲心就生起来了。啊，我要超度自己，我要超度这些畜生，我要超度这些恶鬼，我要超度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不是妄想啊，这不是迷惑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回头了，知道什么？知道救自己了啊，救自己的这方法找到了，我们真能帮助我们居住这个地区见人阿弥陀佛啊，自己真干，我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感动人。自己没有真干，一万句阿弥陀佛也不会感动人。为什么？你妄心里头出来的啊，所以你不能感动人。
真心一句就能感动人的。啊，念佛的人多了，大地坚牢了，不会有地震了，啊，不会有灾变了。啊，过去没学华严，对这个深很深的道理不懂，这一句佛号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念，那跟着别人念，别人怎么念我们就跟着他念，有口无心，念了几十年了，好像没什么效果。信心呢，一直不能够建立，啊，半信半疑，啊，为什么？佛不打妄语，佛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就凭这一句。但是我念了这么多年没效啊，没看到成效，其实有效果，效果不太大。你要是细心去观察，你才能观察有效果。啊，怎么能说没效呢？粗心大意也。刘素云那个效果非常明显，那是你真心。我们看了时候很感动。啊，所以我劝同学把他那个光碟，他光碟不长。啊，前后一共大概只有40分钟的样子。把它当作弥陀经来念。啊，当作经典来学习。一天至少要看一遍。看的遍数多了，印象深了。帮助你建立对净宗的信心，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你那个阿弥陀佛就越练越灵了，难得了啊！佛菩萨实现了慈悲救世，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宣传了。啊，我体会到了，啊，我无限的欢喜，啊，真正明白了就是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万缘，一心转念。这叫真修行，哎，一个法师主持一个道场，我遇到了，他来问我修行要怎么个修法，我说你平常你怎么修的？平常就一句阿弥陀佛。我说太好了，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劝你所有的信徒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成了。就那其他的还要不要学呢？我说其他的，你是出家人，四个根，这四个根叫持戒，祖祖相传了。持戒念佛求生净土，啊，他问我四个根从哪里做起，我告诉他从感应篇做起，你就踏实
啊，为什么呢？你真正明了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然后你再能听这个还原观给你们讲的三种周遍，你就会有高度的警觉性。我动一个不善念头，这个念头立刻传遍遍法界虚空界，上跟一切诸佛感应到脚，下面跟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受到影响。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起心动念能不负责任吗？能不谨慎吗？起心动念尚且如此，又何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伤害人呐，决定不能乱说话了。你不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影响之大了。佛在经上常常举例讲，微尘法界。十方刹土，讲大的宏观世界啊，微尘法界，现在科学的名字叫量子哲学啊，微观世界，通通都影响到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里头又不能把妄想止住，止不住嘛，那怎么办呢？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念头一起，就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个办法好啊！啊，念头起来了，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啊，不要去计较，立刻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转得快，转得快什么？你不造业了。转得太慢呢，那个一个恶念一个恶念，或者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它就造业。啊，它的影响就大。啊，善念固然是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要知道啊。恶念呢，下三道。啊，记住这个信息，《地藏经》里头早跟我们说出来了。没人相信啊，我过去也讲过地藏经，对这个话没有讲得透。为什么讲不透呢？那个时候我的能力就是那样的，我理解的不够深啊。啊，哪一句话呢？经上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讲得很清楚啊。啊，我们也不知道，哎呦，这个罪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就变影响到变法界虚空界？没想到，啊，因为不知道。一体二用三种周边，不知道啊！啊，哪里晓得这个不在意的第一个念头就变法界虚空界，就出生无尽，
含容空有，这还得了吗？啊，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证得的境界，真不可思议。那我们也亏了，真是三宝加持啊！啊，把寿命延长了。啊，学到现在，学了59年了，才对这个桩事情稍稍有几分明白了。这个少分的明了，对于我们修净土那是大有帮助。那不明白这个道理，人家问我，法师您念佛能往生吗？我老实告诉大家，摇摇头，没把握。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你再问我，法师往生有把握吗？我点点头了，我有把握，我不骗你。啊，这寿命长还是有好处啊，能有时间学啊。那寿命短了来不及，还没学到啊，就寿命到了。啊，这是魔障啊！你看《八大人教经》上讲的四种魔障，就有死魔、啊、五阴魔、烦恼魔、天魔，后面死魔。啊，你道理还没搞清楚、搞明白，寿命到了。啊，我这一生，这个死魔这是三宝加持啊！啊，也是一点点的善念。什么善念呢？我一生脑子里头愿望就那么一点点。第一个，愿释迦如来正法救助。第二个愿望，愿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我就这两个愿望，我也没有能力。那办做事情要钱要人呢，我没有钱也没有人。啊，只有口头上宣传呐、啊。啊，那么这些年得利于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网络、卫星电视。啊，无论在哪个地方学习经教啊，可以跟电视机前面、网络前面的朋友们啊一起来学习啊，让大家共同啊分享我自己学习的心得啊，就听懂多了。有很多人误会，哎呀，净空法师的信徒很多，我说不是，我就好像电影明星一样啊，我的听众很多啊，观众很多，搞错了，不是信徒啊，是听众啊，我跟他们不认识啊，他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啊，他怎么认识我的呢？他常常看电视，常常在网络上看这屏幕，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所以我没有操心的地方，啊，人家看我，啊，都觉得我的精神很不错，啊，像这样的年龄，啊，确实，跟我同年的，我记得出家，啊，出家跟我同年的，过去我知道有8个人，
啊，现在也还有不少都在。啊，大陆上有两位，一尘法师、传印法师，跟我同年，很难得。他们两位都比我大，啊，大十几天。啊，在台湾，星云法师跟我同年。啊，在美国，妙峰法师同年，印海法师同年，还有在纽约，浩林法师同年，很难得了。啊，我们这些同年的老朋友啊，年轻在一起，在一起，啊，光阴过得太快。真的是转眼之间呢，都成了八十老翁了。啊，可是我们很欢喜。啊，为什么呢？烦恼啊，确实年年轻啊，智慧啊，年年长啊，这是最快乐的事情。那相对的生活越过越简单，啊，简单的生活，啊，没有忧虑的生活，没有牵挂的生活，这是最幸福的生活。每个人都能得到，只要你肯放下。啊，我常常说，说了几十年了，劝别人，实际上是劝自己，放下自私自利。啊，所以我心里就这么一个愿望，啊，希望释迦如来正法救主。希望传统文化儒释道能复兴，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真正能复兴，能救世界。这话不是我说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啊，我们在此地曾经有两个小时。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啊，英国汤恩比博士看21世纪的世界，也可以用这个题目，汤恩比博士看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佛学。这英国人啊，我们听到他说这些话了，佩服。啊，他说，拯救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传统文啊，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术与大乘佛法，这是他的原话。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这个东西真能解决问题吗？我在2006年访问伦敦，啊，去访问过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过去曾经访问过牛津大学，我跟他们汉学系的同学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话是你们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你们能相信吗？啊，要面对我的都是研究汉学的学生，啊，他们
拿经典去写博士论文。啊，其中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用无量寿经在写博士论文。我说无量寿经有9种版本，你用哪个本子？我没想到，哎，他用的是夏联居的汇集本，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本子。啊，我很欢喜。啊，还有一个用孟子。啊，也另外有个同学用王维，唐朝的文学家，难得。啊，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没人回答我。换一句话说，他们怀疑，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没有那个肯定的回答。啊，然后就告诉大家，我说汤恩比的话说的对，没错。我们对他的话了，要有正确的解读。你怎么解释他？如果你听到他的话，哦，他说是孔孟学说，你一听呢，你立刻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这是孔孟学说。那么听到大乘佛法呢，你会想到华严经、法华经。啊，般若经，啊，这些大经大论，你肯定是想这些。啊，你们做研究工作的人吗？你们都在念研究所吗？念博士班吗？肯定你想的是这个。那这个东西，你们现在就深入的，你们在那里做学问的，能救社会吗？能管用吗？不但你们怀疑，我也怀疑啊！啊，可是我为什么对汤恩比博士赞叹呢？不是，我的解读跟你不一样。啊，我说你们所看到的，孔孟跟大臣。就像那个树木一样，你们所看到的是花果，你们看的也没错。这花果怎么生的呀？树上生的，树怎么长的？你慢慢它有根呐。啊，我看的呢是根本。我相信汤恩比博士讲的是那个根本，有根本才有枝叶花果。那根本是什么呢？佛的根本是十善业道，你们读十善业道经就知道了。十善业道经不长啊，啊，释迦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人天法啊，做人的方法，升天的方法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以十善业道为根本。十善业道譬如大地，能生这一切的树木花草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解答了解读啊，汤恩比博士的话，那对先前这个社会那意义就重了。他一句话给我们点明了啊，又何况现在我们是真的清楚，十善业道一展开就是84000法门，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部的经教都在十善业里头。
啊，归纳就是十善业道经，展开连华严经也在其中，他都离不开。十善业是大乘佛法的根，是大乘佛法的种子，我们从这里下手，真有救啊。啊，孔孟学说的根是什么呢？根是理。那要用一个字来讲，实在讲就是孝，孝悌。中国是孝悌的文化。啊，孝悌展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说尽了，这就是孔孟啊。展开来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中国最大的一套丛书《四库全书》。哪一本哪一册里头离开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就看都离不开啊。离开这四个准则了，就不会被收入四库全书了。为什么？它代表中国文化啊，代表儒家啊，儒家修行修学的根本，归纳起来就是《弟子规》。1080个字，《弟子规》展开来就是四库全书啊，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啊，把这些浓缩成精华，哎，就是这113章事情。佛家讲这个经有四种。教理行苦，啊，经是教科书，经是里面讲的理论，再讲修行的方法，最后讲的是效果。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学习，你得什么样的效果？啊，所以他说有教的经，啊，有教，有理经，有行经，有果经。成圣成贤是果啊，成佛成菩萨是大乘的果啊。那真正的因是什么呢？佛家的因就是十善，啊，儒家的因就是弟子规，道家的因就是感应篇。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到处劝导大家要补习，要真正认真去扎三个根，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真做到啊。啊，出家会受人尊敬，天人师嘛，那你要多扎一个根，扎沙弥略依。哎，你比一般人多一个根，你的德行就比人深。啊，你的智慧就比别人高一层，就这么道理啊。不真干，要是自欺欺人，欺骗众生，在里面想得到一点名闻利养，可以得到。但是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阿鼻地狱啊。所以真正了解因果的，他就不会起这个念头。啊，无论什么样的名利摆在面前，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摆在面前，他不动心。为什么呢？他知道，我要是动心，啊，拿着佛法做手段来求得名闻利养，啊，来
享受这些五欲六尘，转眼之间三途地狱在等着你，怎么感动这个念头？印光大师一生啊，他老人家80岁圆寂啊，一生竭力提倡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真相，有道理啊！啊，说老实话，十善业，大家入的不深。啊，所以把它忽略了。伦理道德是懂，可是名闻利养的诱惑抵不住啊！知道这是违背伦理道德，可是有眼前的大利益了。他就昧着良心啊，他真干了。中国谚语所谓的财迷心窍，今天这个社会财色名食诱惑人啊，这个东西太可怕了。这个东西现前马上把你阿赖耶里面的烦恼心所引出来了。阿赖耶烦恼心所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恶见都起出来了，你就造业了。所以应足慈悲也。一生把因果教育摆在第一，而且告诉我们，中国最近100年有一本书不能不读，他认为是100年当中最好的一部书，安思全书。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前清周梦岩居士的著作，在家居士，那不是出家人。你看，这是一代祖师特别推崇别人的，不说自己的，没有一点私心呐，没有夹杂丝毫名义、名利，推崇别人的。难道印光大师文超比不上安世全书吗？超过有余啊！可是祖师还是把别人抬起来，没有说自己。这是什么？这是教我们谦敬啊，自己要懂得谦卑，要懂得尊重别人。别人有这么好的东西，极力提倡，学他的就行了。自他不二了。安思全书里面4篇东西。第一篇是文章帝君应知文。原文不长，只有700多字，不到800字。注解非常详细，占全书一半还多一点，这么大的分量。每一条每一句引用善恶果报的例子很多，你看了不能不相信。世间人造业最重的一个是杀生，一个是邪淫，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他特别详细
来解释。啊，所以他第二门呢，叫万善先知，讲戒杀的，细说。第三篇，欲海回匡，专门讲戒邪淫，邪淫的可怕，啊，邪淫的果报，这是这两条特别提出来，针对我们现在全世界。末后一篇不长，西归之旨，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印祖趁这本书是中国近100年来第一部好书。啊，文言文写的，很浅显的文言文。啊，我们这些年来也是特别提倡啊。啊，我发现是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我在那里住了2个月，讲楞严经。啊，图书馆书藏书很多，我看红化社发现这部书，啊，发现印祖一生全心全力在做因果教育。我很感动。回到台湾之后，我记得我把这三种书，就是印祖提倡的《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我印了50,000册。啊，而且讲了讲过3遍。啊，所以人真正懂得因果教育啊，眼前无论遭什么难，无论吃什么大亏，啊，或者是受侮辱，都不会起个恶念，都不敢有丝毫贪求。啊，为什么？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灵性，是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在弥陀会上肯定会提升到等觉菩萨，会提升到妙觉果位。我们求这个，除这个之外，我们对于人间天上一无所求啊！啊，别说人间了，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干不干了？这个话我讲很多年前讲，我不干呐。那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六道是苦海啊。六道是罪恶的深渊呐！你在这个地方，你能不造罪业吗？你想想地藏先生的话：“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你每天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头？啊，只要一反省，痛哭流涕呀！啊，这一生忙着改过，回头都来不及了，还哪有时间去造恶业？啊，所以人智慧开了，智慧开之后，头一桩大事，怎么样消除自己业障？
啊，怎么样让自己不再搞轮回了？修行位的菩萨难得啊，自分里面的受无常啊，这个受无常就是一切都是无常。佛门里面讲的万法皆空，就这个意思啊，你晓得一切法都是无常，包括自己身体。我们贪嗔痴慢就可以放下了。为什么放下呢？以为是真的，错了。中国谚语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啊？印光大师叫人，修行人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就是你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你能够时常想到，这真的不是他妄想。人命在呼吸之间呢，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完了啊！尤其在现前的社会啊，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所以意外的事故，死亡的，意外死亡的，太多太多了。你看媒体报道每天多少意外死亡的，啊，这个里面最普遍的车祸、交通事故里头死亡的。你看你出门，你知道出门就回不了，回不了家了。谁能担保你出门没意外？佛给我们讲人命在呼吸之间，没讲错啊，这是高度的警觉啊。那每天晚上睡觉上床就要做，明天就不能再起床了，要常常做如是观了。告别了这个世界了，天天做如是观，真的到命尽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慌张，你会很自然。为什么？天天在练习嘛。啊，终于这一天到了嘛，很正常的嘛。啊，不惊不怖啊，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你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说这真修行，这不是搞假的，真修行。啊，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啊，要把事实真相彻底放下，知道所有一切现象跟自己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切众生
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切众生上面包括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应当谦卑，应当尊重，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要懂得尊重。为什么？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外道小乘把这事情都看错了。你看清凉大师后面这几句话。外道认为这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小乘呢，以为是诸色之因，色就是物质现象，又乘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造的，没办法离开地水火风啊。今天科学家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身体，物质身体怎么来的？仔细去分析，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脏六腑分析出来，分子，分子再分析原子，原子再分析粒子，都是由基本粒子组合的。那么这些基本的粒子、原子，听谁在指挥呢？信息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善念，它就组织得很好，很自然，那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念头不善，它就会产生变化，一变化呢，就变成了病态的组织。所以健康是它组织的，病坏也是它组织的。他听你念头的话，你念头在指挥他，所以你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没有办法替你组织啊。这个要懂得了，特别是学佛的人，虔诚的佛弟子，我生病，佛菩萨为什么不保佑我？我天天做好事，我还受这么多苦难，我这个怨气也都出在佛菩萨身上去了。你说那是造罪业呀，那是罪上再加罪呀。而不知道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大慈大悲，那早就把我们这个世界组成了极乐世界一样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灾难？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原来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小组织这些原子电子，他听我们念头的话，我们念头善，就极乐世界出现了。念头不善，那什么灾难都来了。这个恶道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身体一样，念头善，身体健康。体力好，健康长寿，这个心地不善，那就身上就有病，就有病痛，就这么回事情。佛把这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大慈大悲，所以他是老师，他教给我们。至于怎么样转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那叫修行。你把你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修行。佛菩萨没有办法替你修行，只能告诉你修行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以及他修行的经验。
啊，说出来，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来启发我们，啊，来感化我们，这是佛菩萨无尽真实的慈悲。那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认清楚，认识明白。啊，我们在讲习里给同学们常常说，不知道说多少遍了。啊，无我不容易做到，太难了。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念头一转，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啊，为一切苦难众生去想，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自他不二啊！啊，我们把这段经文讲之后，还有时间跟诸位讲讲不二法门，啊，那也很有趣味，啊，说明宇宙是一体。啊，众生是一家，不要再对立了。啊，身见不容易破，啊，我们从这里下手，啊，起心动念想苦难众生，啊，然后你学了佛吗？知道啊，众生苦难从哪来的？从迷惑来的。这迷惑、痴情。就从这来的，这四个字一桩事情，痴迷啊，痴情啊，从这来的啊，这里头坚固的执着就造业了。起心动念起什么念头啊？损人利己。啊，学了佛，学了佛欺骗佛菩萨。我们自己想想，不要想别人，想自己。我自己今天有没有欺骗佛菩萨？这话怎么说的？啊，我们学佛同学都有早晚课。早课什么意思？早课是听佛菩萨的教诲，读经吗？得依照今天一天，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去做啊，听了去做啊。我们没做，我们只念一遍，念给佛菩萨听。存的什么心呢？骗他。早晨骗他一次，晚课又骗他一次，一天骗两次。自以为是，哎呀，我是佛菩萨的好学生，你看我的功课一天都没缺。佛菩萨经是他讲的，他要你念给他听吗？啊，晚课是反省。这是早晚课真正的意义啊！早课是提醒，晚课是反省、检讨。我今天一天，啊，我的思想言行有没有照佛菩萨教训去做？有很好，明天保持；没有，赶快改正。这叫真修行啊！这是真佛弟子啊！那佛祝佛菩萨又不在眼前，泥塑木雕的，啊，
供在那个地方，你都忍心去骗他，你这个心能原谅吗？他也是个活人在那里骗他，哎，还情有可原，你塑木雕的，你都忍心骗他，哪有这种道理？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啊，我常常讲，从十善业学起。十善业从哪里学起？十善业从感应篇学起，从弟子规学起。啊，真正学佛人要把感应篇摆在第一，你才不辜负印光大师。啊，印祖一生苦口婆心，啊，就是给我们这个启示。啊，他明了，明了是智慧。啊，极力提倡，身体力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相信啊，不能辜负他了。啊，那么这叫真学佛。啊，真学佛的人有福了。啊，第一个，你确确实实像中国古人所讲的，续佛慧命啊，正法久住，正法久住靠谁呀？靠我。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想啊，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别人你会失望。我是佛弟子，我皈依了，我接受佛菩萨的教诫啊，认真的学习十善业道啊，这十条念念记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违反十善业啊。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十恶决定不能做，十恶翻过来就是十善啊，决定不能伤害一切众生，连花草树木都不可以伤害啊，它有灵性啊。地上长的小草都有灵性啊，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啊，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他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的时候，在睡觉之前，在卧室里面，感觉到毛骨悚然。心里知道这个房间一定有灵鬼，啊，或者是冤亲债主，他不知道，总爱叫的是反常。夫妻两个人呢，两个人都感觉到啊，他是佛教徒，心里想到啊，这个幽冥界的灵界的众生是不是来找帮忙的啊，找帮忙呢我们也没办法沟通，如果是真有了，哎，他就说这房间有电灯吗，你能不能叫电灯的光闪一闪，
我就知道真的是有了。说了这个话，过了两三分钟，真的电灯闪了一闪了，他吓了一跳。他就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他说那我们怎么沟通？他说这样好了，我今天晚上睡觉，你不要扰乱我，你托梦给我。啊，结果他们就睡觉了，真的梦到一群小孩，小娃娃，啊，要求他救命。他说你们是谁？他说我们是你家里面花园里面的小草，他有花有草，啊，他说我们快要干死了，求你救救啊，给我们浇一点水。他说每天花园有人浇水，说他们浇花不浇草。哦，这才明白了，啊，特别讲好多深，我是你们家花园的小草。到第二天醒过来，他就到花园去看，果然草都是黄的，没人浇。问那个照顾花园，他浇花了，没浇草啊。他赶快拿到水就到处浇草，人家那草就不要浇了，他也不说。啊，知道什么？小草都有灵啊！啊，现在那个像是婴儿的像。啊，像一两岁小孩的像啊，这他亲自告诉我的，父亲两个来见我，告诉我这桩事情。啊，两个人同时做梦，发现这个事情，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的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啊，不踏僧草。啊，真正好的出家人。爱护小草，除非这里没有路，没有路不得已要从那里走过，如果有路得绕路走，不要去踏草啊，不要去欺负它。你看连一个小草都不忍心啊去踏它，它怎么会伤害人？不可能嘛。啊，我们学佛得从这些地方学起啊。那你真能学到东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